1982年，晋伦科技专注于工程塑胶领域，致力于研发生产多样化的产品，客户遍及世界各大产业。晋伦科技早期以生产结构件为主，近年来经过不断累积专业的技术，业务范围已拓展到外观件的领域，包括 3C 和 OA 产业等外壳产品应用。因应行动化时代的来临，电子产品近年来朝向轻薄短小的趋势发展，在材料及零组件的特性上，则强调多功能、智慧化、制程多元化及环境相容性。如何帮助客户在追求轻薄化的同时，又能兼顾产品长度以及进一步降低成本，一直都是晋伦科技致力提供给客户的附加服务。我有发现说，电子产品现在就是薄更小，那在薄的行为之下，其实材料的流动跟材料可以产生的影响很大。那所以我们想，在一般我们大概就是用薄去的行为，用一些老师傅开模具的方式去做，那这是在传产的这些零件可行。那后来我们就找到说，用 CAE 用这种预模拟的方式，我们在还没有开模或在还没有得到最后产品的时候，我们先知道有一些材料的一些现象，包括你怎么去补强，你肉薄的话就是会有一种强度会降低，那你怎么去补强？那在这补强之后，你怎么让它产生减少前额线？那这一些的话，我们就会想到说，利用 CAE 的这个方式，先做预模拟，那来跟客户沟通。那包括我材料可以做修正，但是它模具可以做部分的修正，我们两个方式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情况。由 Intel 提出的 Ultrabook 产品概念，因为兼顾轻薄外形及高效能而深受消费市场青睐。但随着各家 Ultrabook 产品差异化空间缩小，价格成为决定 Ultrabook 热卖与否的决战关键。为降低制作成本，兼顾轻薄、刚性及价格大众化的高波纤塑胶机壳已成为另外一种替代方案。然而，塑料加入波纤后会产生流动性限制、翘曲、表面浮纤及结构强度特性等问题，造成量产技术门槛很高。一直以来，晋伦科技协助客户透过 CAE 模流分析软体进行模拟分析与实验测试，可精准掌握熔胶的流动行为，并在实际生产模具前提早预测潜在成型问题，改善传统塑胶制程容易在表面有浮纤、不平滑及结合线等问题，达到原本铝镁合金机壳的平整性与高刚性要求。Ultrabook 的部分，它现在是变得就是比较轻薄短小，那薄的话又要平整，那大家可以想象说，这个加工因为它要取代金属，所以它要有一个我们叫做 IM 的一个加工，所以它是单贯电，所以在射出的时候经常会有翘曲的行为，那这个在很多材料大家就很难去解决，那我们必须透过 Moldex3D 在预先去看到这个翘的行为跟它的应力还有温度的分布，那我们去调整灌顶也好，或调整结构，或者用形状来补强等等，用这个一个软体来解决我们材料未来预发生的问题，先做事先的一个解决。为追求准确的分析结果，在众多 CAE 软体供应商中，晋伦科技选择与科盛科技合作，来解决产品开发上所遇到的困难，进而优化产品设计，提升产品品质与缩短开发时程。我想 CAE 包括模拟分析、Moldex3D 这一块可以提供的技能是让我更超前，那对客户对我们的信心更加提高，这是我们对我们材料附加价值的一个提升。那相信说在这整个产业，那整个材料的一个特性提供，包括加工的提供，我们跟 Moldex3D 将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伙伴。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由 Moldex3D 提供给晋伦，那晋伦在除了材料的基本，我们在加工可以更跨出更长远的一步，那让这个产业有序不断。